最近还有什么有亮点的信用卡吗？60元，最近有亮点的信用卡，我就是刚刚分享过的台中银行的世界卡嘛。如果您就是年收100万的话，倒是可以办那张卡下来用，因为它只要就是年刷12笔，好，就可以免年费哦。这个也是在我们自己 PTT 卡板帮的这个我们自己私底下的 LINE 群组里面也有在讨论到这个东西，真的不错哦。我就跟大家讲说，哎，我年收不够，我没有办法办下来。然后他们就讲说，你就搬砖嘛，对不对？搬个100万过去放啊。其实基本上你要放300万了，然后你就是你要买一些理财商品才有可能，就是他们会让你办哦。所以这张卡片它的那个申请资格是蛮严格的哈，所以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这样。